好，今天最后一个队伍，今天最后一个队伍。可是我觉得木黑金如果说他要手消十 C， 应该也是不难啊。啊，可是他会有附加消除，对不对？王冠有附加消除，可是你前面还是需要他的这个啊。但我怎么被你们怂恿一下，我又继续开了？我是这么好怂恿的吗？八 C 以上无视哦。好，两卡打这个派蒙地狱级。哎，可是那个图级嘞，会不会死人啊？图级7000多而已哦，还行还行，真的是做球吗？滴滴五王冠就跳了，好。嗯。好像真的很简单哦。好像真的蛮简单的哦。第四关拼图盾，哇，一回合哎，好可怕、哦。不过这个就是转注时间长啊，可以解很多东西啊。就像我之前讲的哈、哦，好进场刚好跳起来，直接，可是有两颗星珠在那边。两颗星珠在那里的话，看一下哦、喔，不消那两颗星珠好了。好，手消八，手消八应该是就不是那个盾了吧？哎，真的他妈的有个简单的哎、欸。这个做球，这个是升华哎，真的是升华哎、欸。